们系啥我穿啥。自从被吐槽了两年的衣品被粉丝整改之后啊，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适合我的穿衣风格。那必须的，电子闺蜜们的眼光绝对是雪亮的。这不，新的一期的三套服装又来了，而且这次的三套服装可不得了啊，是粉丝们投票选出来最想看我穿的风格，据说跟之前的风格主题都不一样。什么主题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来拆一下。每次拆你们寄来的衣服我真的都心惊胆战，因为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这是第一套。你这样看能看出来什么风格吗？我看出来是一件黄色的毛衣的感觉。黄色毛衣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小姐？这不是毛衣，这是小朋友穿的吧？这小朋友过年的时候感觉。这是啥？棉袄。这是棉袄吧？这是什么风格？还有吗？还有一件。这好适合你穿。好说哦，好适合他穿。哇塞，哎，这种是改良过的旗袍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风格真的是从来没有尝试过。但是这个我感觉会好看哎。真的会好看，而且很适合冬天回家过年的感觉。这一套我挺喜欢的，而且颜色就是很温柔的那一种。哇，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套。这一期感觉会给我们很大的惊喜，从第一套看来。这套有点小的感觉。黑色，这是个啥？不知道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束腰。束腰。束腰，你上次说你的腰比较那啥。比较粗是吗？姐妹给你选一个束腰款的。这是啥呀？我想知道衣服是什么样的。红色。呀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衣服比我人都长。这是穿在哪儿的呢？粉丝有发图片来吗？这是穿在哪儿的？它是放在腰上的。这是腰上。这个我穿。这个有点需要身材。对，可能会巨显胯大腰粗这种感觉。我感觉这一套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挑战性。有挑战。哇，很想知道这个粉丝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。他跟我们说就想看雨姐撒一次。行，满足你这个愿望。我们来看第三套蕾丝。哎，这是一个半身裙。上衣呢？有吗？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，这也是那种新中式是不是？对，新中式。三套已经全部拆出来了。这次的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，这套是比较甜美可爱的，然后这套就是女人味一些，然后这套就属于淑女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。哇，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觉得最可爱最出片的可能是这一套，这一套挑战性比较大，这一套哎可以日常出去穿的。哎，我看这儿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寄第一套衣服的粉丝给你的宝贝们寄的。这套还不止这套衣服，是那个猫咪的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！怎么感觉这个猫的衣服比人的衣服好看？真的吗？真的很可爱，这小衣服。我去给他们穿一下。穿新衣服喽。他们在下面。他想吃东西了。等一下给你吃，先穿。太可爱了。给姐姐们拜个年。哎呀，想给你吃点东西啊。咦，你看他们好像都在羡慕他，你看他挠他，你怎么穿衣服了。今天的三套衣服都非常的新中式风格，所以说今天的妆我就画的淡雅一些就好了。哇，我先来护个肤。这个是什么？面霜啊。面霜。对。哦，他这个设计好高级啊。是吧，我当时就是看他这个外包装，然后就觉得一秒心动就买下来了。这个是美肤宝他们家新出的反重力面霜。反重力啊，字面意思就是高阶抗老的，然后因为是新品嘛，就买了很多个，然后呢我整个团队小姐妹都有，就是买过来去测它，反馈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而且很神奇的就是他们就是用完之后都统一反馈，就是感觉脸是那种提拉紧致的，而且还有什么法令纹啊、垮脸、下垂什么的都有改善。哇塞，哎，这一瓶这么夸张？成分很厉害的，我当时还特地去问了成分老师，说它的配方的思路特别超前，用的是叫做分层式源头抗老配方体系。哇，这个啥意思啊？分层式就是可以到我们皮肤的每一层，每一个老化的问题都可以去针对性的改善，而且它主打的那种抗老成分叫做稀有人参皂苷 Pro， 这个成分就是特别贵特别难提取，但是它是可以深入到我们细胞里面去，就是从根源去改善脸垮的问题。妈耶，人参呢、啊、现在国货都这么卷了吗？我说人参我都还没吃上，你都用上脸上了。是的，我自己用的是一个水光的版本，然后它上脸之后就是这种润润的，然后很好吸收。这还有一个版本是吗？对，这个是哑光版，它属于那种比较清爽丝滑的，像我平时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它像你的皮肤就是吸饱了营养一样，用完之后皮肤也细腻弹嫩的不少，而且他还很贴心的给了一个小勺子，如果说有长指甲姐妹们，你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去挖了，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脏手，如果不用的时候呢就直接像这样卡在瓶身里，这样也不容易丢。哇，这国货好用心啊。现在皮肤状态已经可以了，可以去化妆了吧。好，护完肤底妆超服帖。好了，你带吧。来，去是第一套。我感觉这个质感真的很好。都报销了吧？报销了。好的，来第一套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啊。谢谢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走，拍照去。
第二套，哇，这一套的效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哇，很帅啊！哎，这个可能会很出片哎。来吧，拍照。第三套，哇！大家觉得哪个粉丝宝宝记得更好看呢？